没有想太多了，其实这一轮非常简单，那就是直接二号了。对，因为二号啊，他直接有一点沙哑的声音，最重要他被我听出来那个恨意，那个恨恨。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。但我看到你身边的嘉谦姐出奇的冷静，怎么回事？嘉谦姐，二号，是的，自己人，好不好？妹子，我看得起你。其实我跟你不是不同路，不同路，因为我听的不是恨，我听的是自由。自由，我也选二号。自由，原因跟他们俩都不太一样，你说说看。听到了爱。啊，你会差太远啊，我这边是个恨呢。那我不能跟你们一样爱。接下来问问鹏哥，你的选择是？我们非常难得，这一次我们竟然大家投的是一样的，之前从来没有过啊。真的？那你是听出什么？你听出什么？说的理由都被你们掰完了，我一定要想一个新的。他二号唱的句子特别短，只给他一句的机会，我觉得一定是节目特别设计的，所以是二号。所以你的答案是特别短啊？对，恨、自由、爱。特别短，我真的有听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唱出来的感觉是一种超然的，有如诗篇一般的，就是你痛他痛大家痛，但只有我没有那么痛。谢谢黄国伦老师，他一下子好专业的样子。结果老师好成功啊，他没来，他的阴影无所不在。所以表示其实国伦老师不用来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替代他。对对，我们替他念念他的名字就可以了，就当他在了。弟弟一看就不会掰的人，但是他难度最高。其实刚要讲的话都被他们讲完了，所以你总结一下，你选择的是？我选择是二号。哇，我们全雷打吗？所以这也是节目开播以来有史以来各位明星猜拼团最齐心的一次，六位全部选二号。接下来马上来公布的就是我们这一轮的结果，但是依然在歌声当中来公布哈。待会儿当他们演唱的时候，门会打开，你就会知道你到底选对了没有。谁是大歌神？竖起耳朵听第二轮竞演，继续。街灯都亮了，一盏接着一盏，看街灯都亮了，一盏接着一盏，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，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，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，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，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。是不是有时候爱需要纠缠，会不会有时候爱就不该心软，要够坚持才代表爱的够勇敢。现在身边会不会还有你作伴？散了吧，认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要原谅，要潇洒，别回想，别